会做呢？年轻人跟人家抢什么不爱做做啊？没礼貌，没家教，不爱做是社会同学这个。他看起来很不舒服，让他坐一下不会怎么样。不，那我看他这样我也不舒服啊！大家都说不舒服就乱坐，这个社会还……桌子位置还有吗？面你还不高兴啊？司机大哥，帮我开个门，谢谢。下车哦，要醒我。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。你也丢太小力了吧。多谢两位帮忙。小事，希望没有吓到你和你肚子里的小 baby。 老公你看哪，他们要欺负我了。我老婆不是怀孕了，只是比较胖而已。哼。手机啊？闹起！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快使用十万伏特！快上车，关门，靠！